顾客自带辣椒，这个辣椒有多辣哦？那我给你烹饪一烹饪，加点辣椒粉，胡椒粉，哇，着火了！哇，整个餐厅全着火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来到工作模拟器。这是未来2050年的状态，人类将为机器人打工。这边看一下，修车已经通关了，超市白天也通关了，办公室也完成，只有黑暗料理进度71%，加快进度完成餐厅大厨的通关记录。今天还是鲜味鱼，快吃！嗯，好面包。光吃面包不行啊，来点新鲜水果，橙子。哇，苹果。吃得好快呀、啊！开始今天第一位顾客，人呢？嗨，什么工作？刷盘子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作为一名好厨师，首先从刷盘子干起。做什么工作都不容易啊！这个盘子一看就是，西红柿炒鸡蛋。这个炒的什么？青椒吗？这个披萨。这个蓝莓，第一步先把盘子全放进去。第二步，我们加入清洁剂、洗洁精。第三步，用清水冲洗干净。接下来对餐具进行消毒，放炉上烤烤，然后拿出我们的8年红酒，一瓶不够，再来一瓶。这盘子绝对干净，把盘子再放回原位。Great, thanks for your help. 成功，接下来应该展示我的厨艺了吧？有请顾客，谁来？嗨，哦 ，Hey human, check this out. Human, I found this rare turbo ghost death. 眼镜不错。Can you prepare for me? 还有帽子。I like it. HOT. How? 什么情况？顾客自带辣椒。Come on, put some heat into it.这个辣椒有多辣哦？顾客对我们店的辣椒竟然不满意，自带辣椒。那我给你烹饪一烹饪，简简单单烤一烤，加点辣椒粉。Come on, that's not hot enough. Can't you do something else? 胡椒粉。这够不够辣？还不够。我的天哪，快没有辣椒了。成功。Yeah, I guess that'll have to do. Give it here. 尝尝吧。哎哎，他吃不吃？慢点用餐。眼镜不错啊，老板送给你了，借花献佛。哇、哦，这样更帅。还有帽子。哎，呵呵，这回老板更酷了。Holy smokes! 哇，着火了！我的天啊，快过来灭火。哇，辣椒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别跑。哇，灭火。哇，整个餐厅全着火了，快喷火，快。速度要快，动作要帅，全部扑灭。今天我干了件大事情，不但做了好几道美食，而且还帮助了一位机器人。他吃辣椒竟然起火了，把餐厅也点着了。幸亏我不慌不忙拿起灭火器，对准火源一顿猛喷，把火灭掉。
老板是不是该奖励我啊？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